二转走路碰见这呀，一只死螳螂！蒋姑娘，这可不是俺干的，不行，俺得去报案去吧，走你！警长，警长 ，A 区发现案情 ，A 区发现案情。收到，收到，白哥，请注意警戒，请注意警戒。是，警长。喵，一只耳给我站住！一只耳，请站住！一只耳，请站住！你已经被我俩团团包围，团团包围。请你束手就擒，束手就擒！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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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！啊，就俩人包围谁去？赶紧换班蹬一会儿，累死了！拉倒吧，警长，就这破车，蹬冒烟也追不上一只耳。你说你把你那小摩托艇开出来好不好？那玩意儿突突突突突突突，多快多快呀！维修资金不到位嘛，摩托艇放坏了。你往上报，你往上边报啊！报了。你知道啊，审批路上多长啊，啊，各部门互相推诿，一个锄盖两年，拉倒，别指他了。那怎么整？你说就这么直直的，警长他无视你的存在，掏脚干他，喵，没打着。别着急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拉倒吧，猫都拐弯，那个耗都拐弯了。我说白猫啊，你发现了没，他走路跑偏。是因为他一只耳沉，他转圈跑呢，一会儿能转过来。不可能，那他傻呀，他还转回来，他直直还转，喵，真转回来了。哎，哎，警长，警长，你瞅，你瞅，我都抓住他命门了，还跑，站住！是不是跑蒙圈了？是不是跑蒙圈了？啥意思？这么标准的普通话，难道你听不清吗？我问你，这只大刀郎是不是你干死的？啥刀郎？你跟着比萨斜塔去？啥刀郎？刀郎，螳螂，螳螂，这不是俺干的。俺现在的身份是个商人啊，学好了。可算呀，你们警方这个打击力度忒大了。这个案呀，是俺报的。撒谎，是不是撒谎？侮辱我智商，侮辱我智商！你打俺、啊、是不是？你起来，现在给你们报告！哎呀呀呀呀！误会误会，那既然你们报的话，那就一起协助我们看看现场，行吧？找查鞋，还找查鞋？好吧。你看，这只螳螂的尸首，啊，它的头呢？头呢？猫啊，你怎么看？警长说的对呀、啊。我说啥了是啊？螳螂，这只螳螂有多年的办案经验，它是智商耗着呢。白毛说的对呀，没文化真可怕呀，都是瞎吵的声还大呀。进来，我告诉你，这是自然现象啊。螳螂结婚以后，母螳螂为了下一代的成长，必须把公螳螂吃掉，这不是凶杀。哇哦，警长，你真是个破案的天才。我妈就说我是天才。你妈才是天才呀。你妈说的对呀。呀，你刚才为啥跑？俺呀就是一个追星族，俺喜欢那个邓紫棋，俺在追她呀。你能低调点不？Yes sir。再见再见啊。多么好的小耗子啊。等等我吧。啊，你也追邓紫棋去？我不追邓紫棋，但是我准备去搞艺术了。我接拍了一个广告。就你的口条啊？人家看中了不是我的口条，主要是我的形象。啥广告啊？洗洁精。白猫洗洁精啊？是。好啊，背着我搞件产业什么的。警长，说急眼线、啊、说急眼线。呀、啊，没打着。站住！啊啊啊！这么好笑的一个作品带给我们，谢谢。演绎黑猫警长是谁的点子？还是曲大哥吗？这个点子是小雪出的。